销毁的地点是在光复桥和华江大桥中间的淡水河，有8800多支火箭炮，2万多支冲天炮，800多盒摔炮，1000多盒水鸳鸯，400多盒金鱼火花，还有10000多支花筒炮。都翻上一条小船，划到淡水河的中间，把这些从春节期间所查获的违禁品丢到河里。据警方表示，由于这项取缔是今年春节期间由于燃放爆竹引起的火警有。